们，大家好，我们是 TFBOYS。拍的很顺利，只不过就是片场就是拍的地方就有点热，就是出汗是有点。这次 MV 呢，就是讲的是一个关于成功然后励志的故事，里面也包含了很多我们想跟大家说的话，其他呢就不方便透露。最多的话就是感谢吧，感谢大家一年来一直陪我们走过，从我们刚开始没有很多名气，到现在名气一点点的往上涨，大家对我们的爱和关心我们都有看到，所以谢谢大家。